看你斯文样，打起牌来也是挺活泼。36万摸边7万，条子必要就先落跑，以免流程放枪炮。上一把碰碰来不及胡，最后一场了，258万来凑上，再摸58条，抢听边张还能多赚分。做不了大牌，也得先抢些奖金在手上。17万没人爱，36条齐上张，258饼会自己上门吗？想逆转就趁现在，起手两进厅的牌，36饼摸47万，门清自摸跟他拼。来啊，两组加油。5条，我们只能每一张牌打之前想清楚，因为现在是不做牌就没有机会了。亚文锦赛，你们就是要12分啊，不是自摸就是门清一摸3，厕所牌1万。我们除了加油没有，基本上你们一定要打门清了，好不好？自摸门清一摸三一个底就是4分，乘以3就12分，加刚才的1分13分就赢。西风，还是差一点去想看那个西风。2饼。2万，红中，甜的7万，人家说打门清，你还说打甜的，他也没办法吃。东风，好狠。3条，而且他如果现在有碰碰碰就会自冷的。2条，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好狠。9万，小白，再喂你一张，哇哇哇哇，3条。1万，那比7万，2万。红中，白瓶，一支就好，发财呀！发财。还有一场，所以有机会抽到牌就做，如果没有的话就赶快糊掉这一把，不要让刘雅武跟陈吉生有机会。但是你们两个也要加油，最后一场，希望叮叮叮。
见你啦，此风不可长。是呀，碰上碰，下放呛，室外要开出开场，左外。北风，洪忠，加油了，冰神！不要再打了，发财！我这个命啊，今天真是哦，两条啦。提示两万，怎么我都摸不到呢？我叫罗林明，七八，到底摸了什么样的好牌，让于子彦得意的暗笑呢？实在是我这边刚好他也都要三六，因为 Nico 也是。哎呦，啊！你摸三米要干嘛？摸三米干嘛？不会啊。你想要做 Nico 啊？你想做臭鱼？做 Nico 的啊？很久啊。做 Nico 啊？做 Nico 啊？如果摸三米的话，我刚糊他们前屁股也才三米。糊他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对啊，这个三六八被他抓了四张，我想没有机会了。没想抓一个六八。他做 Nico， 但是牌真的太慢，他太慢才进来。一上定，好，所以呢，门清嘛，一个底两分，恭喜。还有一场的机会，没关系。好，最后一场，宝妈的一万二啊，于子彦他们的三千，到底谁会赢呢？第六场，门清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两台。